今年的 iPhone 16 Pro Max 发布后，我甚至没有一点想买、想跟大家分享的欲望。但拿到 OPPO Find X8 Pro 之后，我觉得 iPhone 的相机就该做成这样。Action Button 发布之后受到好评，不仅符合 iPhone 逐步取消实体按键的这个趋势，也更加集成一体啊，功能体验上也便捷直达。但 iPhone 16系列的相机按键竟然又变成了两段式的机械按键，这在逻辑上就与 Action Button 有所冲突，这也是 iPhone 16上的拍照键不较好的主要原因。它优势之处呢，在于功能丰富，焦段啊、景深啊、曝光、色调都可以实现，但长按不是连拍，而是视频录制。那 Find X8 Pro 上的这颗抓拍快旗舰，它双击了可以进入拍照界面，还可以设置成双击直接拍照。它是通过线性马达的软硬件协同来实现仿真的按压触感，那更大的按键面积和更加合理的位置，让点按变得更容易，识别更精准。那长按直接连拍，号称无影抓拍。那 OPPO 整体的功能设计更偏向快拍，而 iPhone 只能以不断的按下对焦成像，按下对焦成像，这就容易错过一些决定性瞬间。说人话就是 ，iPhone 抓拍不到 ，OPPO 只要按住快门，它的滑动变焦也很方便，学习成本低，抬手咔咔咔出片，更加聚焦用户情绪。那不仅拍得多，还拍得好，画质照打 iPhone。今年这么多新旗舰，真正打动我、让我想用它做安卓主力机的真正原因是它轻薄而全能。首先是轻薄，6.78寸大屏，双潜望长焦，5910毫安电池，50瓦无线，10瓦反向 ，IP68 加 IP69 防护，4麦克、卫星通信等等这些功能塞进了8.24毫米的机身中，关键是只有215克重。这种舒服是建立在良好的工业设计和审美实践当中的。那 Pro 正面的R角曲率了不如标准版完美哈、但也不突出。它中框和背板的过渡流畅，双潜望镜头也没有很突出，背面玻璃沉脸而不沾指纹，这块100%的 DCI-P3 色域屏幕，而全局峰值亮度超过1600尼特，还通过了莱茵 TV 智能护眼 4.0， 同样还是两个字，舒服。性能这块不需要多说，天玑9400这一代进步很大，那功耗和发热表现完全不用担心，参数一张表给大家看，我就不念了。其实最让我觉得舒服的是 OPPO 互传用起来就跟 iPhone 的体验一样直接和顺滑，那 OPPO 这次铁了心要抢 iPhone 的饭碗，而且国行 iPhone 还没做的 AI 是这代 Find X8 系列的主打功能。 AI 文档和 AI 变迁很大方便了日常文字工作，还能格式转换，一键排版和润色，通话摘要让工作电话语音随便打，全场景语音摘要和实时字幕翻译也是全场景。这一代系统动效的提升，让人机交互的流畅度和稳定性都没得说，还是两个字啊，舒服啊。OPPO 的哈苏影调一直是我很喜欢的，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和腔调。双潜望，想拍啥，3倍6倍随便打。AI 千里长焦，即使是60倍甚至120倍的静物细节，也能基本保证清晰。好用的 AI 去反光目前也是独此一家，全焦段 4K 60帧杜比世界 HDR 视频拍摄追平了 iPhone， 镜头可用度也不低，非常考验软硬件协同。因为我后面除了账号更新外，主要还会给某家独角兽公司老总做顾问，所以日常工作中接触的企业高管和一些宣传部门的领导比较多。 X8 Pro 的三段式按键可以让我一推进入工作场景，这一点相信对镜头前的你同样重要，非常非常实用和便捷啊。其实今年各家数字旗舰的进步都很大，但 Find X8 Pro 的无影抓拍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抓住生活中不该忘却的氛围和瞬间，它是目前我用着最舒服的一台，不知道最近新机中你最喜欢哪一台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觉得不错的朋友欢迎关注、点个小赞，还可以评论、弹幕分享你的观点。我是沐晨，
下期再见。